Hello， 张鑫、刘佳怡、曾文慧，你们好，我是王一博。作为一位滑板爱好者，很开心滑板能够进入东京奥运会，也希望你们在奥运会的首次亮相就能够火力全开，点燃很多人对滑板的热爱和支持。也希望滑板能够通过奥运会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。祝福中国滑板队在明年奥运会上取得好的成绩，明年东京奥运会赛场见。最后，希望越来越多的人爱上滑板，让我们一起保持强大，保持活跃，保持健康。